再找到篮下，对我的理解了。看到第一个三分后，两位台北的防守者都以为他要传那个方向，很勉强的方式出手。哦，这个球可地好，成功的把球给点掉。前面让赫夫直接用右手扣进，先来的是赫夫，漂亮的超球搭配队友的 follow。身体结束，结果没有犯规。比利，地板给球，要掉到空中。哇、哦，手的阿里又 finish。这个球在空中作业。公司连剩下三秒，快没有时间了，要准备拆炸弹了。哇哟、哦！这一个球还被奈威尔给丢进了。用这样的快速推进，威尔是很难够跟得上。哇！这场比赛怎么闻到了一些啊？这个巨人要来肆虐禁区的味道，跟周一翔两人搭配，一些显示和查询队直接用来配。哇！空中大拉杆，很扭进，而且这个球如果不扭的话，还真的会受到不太好火锅风阻。是。相当不容易的，对，他是连过了戴维斯、吴岱豪两个超过两百公分的长人。希尔这个球被点了一下，哇，在前面布莱要跑起来，哦吼！黄宗翰的单手扣篮。再来看一下连续的进攻发生失误，前面黄宗翰知道后面有欧莱，但还是单臂飞扣。高球给拉力下，哇！吴家俊漂亮的给球给到了 Chrissy Davis， 球给到底线，李金宝拿球之后呢，很有信心的出手，但没进底机会，再拿到，这再给拉力下，再给 Davis 压下去，这绝对堪称是本年度的最佳扣篮之一啊 ！Over my dead body， 摸出来之后，戴维斯再拿到，前面又有快攻的机会，这个球自己来了，来了一个大扣篮。这个扣篮 Quincy Davis 的 coast to coast， 让他休息，没有来到比赛现场。周伯勋刚刚被盖了一个火锅，哇，还是吃火锅，哇哈哈，篮底下就站着一个巨人啊，杜咖喱口味的火锅。可是在这个 play 啊，他一共赏了台啤队三次的火锅。倒出来，注意中。果然底下又是蒙了的火锅，这次还是没有打进去。这么难冲，靠近篮筐的一个位置。又是一记的火锅，哇，已经打了五记的火锅嘞。现在这一次做一个后仰式跳投，但是完全还是没有办法躲掉威尔的火锅。那就饱了。哇吼！台啤是吃火锅，太一级的火锅布拉再盖下去。要欧洲布，结果一个火锅又被布拉给挡下来。布拉太可怕了。这一次的切入啊，也不是太聪明，该做的全都做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，毕竟高度的差距。哇！你发火。今天真的禁区里面完全没辙，小猪这边也成为了受害者。